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5:30，然后我一会儿马上就要出工了。光有点逆光，也清晰。还是昨天晚上吃太饱，我现在吃饼干有一种吃不下去的感觉。吃呀！所以说你一会儿那个吃呀，我就会剪进去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新买的手机壳，好看。出工了。这个是昨天我细姐买的肉松小贝，说是中午要给我吃，然后也没吃，然后今天早上吃一个吧。每一个吃货都有一张文艺的嘴脸，我很赞同这句话呢。我现在到现场了，然后现在去化妆。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耶！好冷，穿了个外套。